欢迎各位再次收看《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》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642集，今天给大家分享 SSD 101号的天灾，变形金刚第7集里头会出现的，应该是 BOSS 级的人物。那其实说来也是有点好笑啊，原本应该第7集应该有自己的天灾的玩具了，但现在大家好像都把重点放在 SS 上面啊。那不管怎么说吧，这款玩具现在真的不好买。除非你用原价，不然的话呢，你想要找到还真的不太容易。那这款玩具作为一个 L 级的话呢，以现在的 L 级的标准来看呢，我觉得还算可以啊，勉强是一个及格啊。这个轮胎要记得收进去啊，差一点又漏边了。那玩具本身的话呢，因为电影还没有看过啊，到底还原到多少，我们只能从一些目前公布的影片上面呢去做一些比对。但是呢，我并不是那么样的还原魔人啊，我只会比较在意说，在电影实际上出现之后呢，它到底有哪一些东西呢，是可以作为它主要特征，我只会去注意到这些，其他我就还好了啊。那么这款玩具它有一个左右两手呢是不对称的，这个爪子的话可以张到这么大，然后它身上有一些这个像应该是锁链的东西啊，这个装饰上面啊，这个细节的表现呢，我觉得做的还是相当的可以。然后两侧也是不对称，这边有啊，然后这一侧就没有。那么一个背包非常的巨大，后面还有一个这个像是炮的一个东西。那这一块零件的话呢，本身是可以再做一个小变形啊，变成车子的时候呢会用到。然后这里有一个炮款的一个刻画，它的一个替换呢是把这个胳膊的话呢是从这里啊，从这个地方给转下来。然后讲到这个，这里是有一个防呆的一个凸啊，讲到这个换手啊，就最近的这个 Wolf Cybertron 的那几个家伙啊，也是换手的。但是我相信你一定觉得它不好看了啊，这个手炮我觉得完全没有那个爪子来得好用啊。那究竟是炮好用还是爪好用，这个有时候是看对手是谁了啊。那我们再把这个手呢给装回去，它的四根指头根部可以张开，中间的话呢是软的一个部件，那其实它不能凹啊，你硬凹的话它应该会断掉啊。另外一手则是握着一个武器，这个看上去有魔物猎人的一个武器的一个风格。这个武器的一个乐趣是说呢，它是这样子一体成型这样过来的啊，你要把它变成是一个臂刃也可以，那你甚至可以把它变形一下、啊、然后往后面推一点点，往后面推，好像也只能这样啊。反正呢，就是它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变化，主要还是说它可以握在手上，然后是一体成型的，这样子感觉还是挺帅的。那胸眼都有这个橘色的透明件，如果你从后面打光顺利的话，我试一下好了，我们从后面打个光，然后它的眼睛的话呢是会透出橘色的光芒啊，有点电影里头的感觉。包括胸口，如果你打的角度对的话，胸口也会透出一点点光了啊、哦。那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。然后它的腹部这里还有一个小刮痕的一个旧化，大家有没有一样我就不晓得了。然后两侧你看，这个像是什么管子的部分，也是两侧不对称啊、哦。所以这个人物身上的很多的不对称，那这个身上有一些刮痕的刻画。细节表现也是不错了啊、哦，那重量感也不赖。那我再提一下他的脚啊、哦，这个有点像是电影第二集的那个搅拌大师的这个腿。他这个人物正常站立的时候呢，应该是要给他一点点 chicken leg， 有一点鸡爪的一个站立，他才会站得比较稳。如果你把他完全站直的话呢，他的脚后跟呢，是非常的短的啊，容易有一个往后倒的一个现象。那我们来进入它的变形的环节了啊！变形的环节的话，比方说我们这个手啊，先把它给这个武器，把它给翻到后面这个地方折下来啊，它有一个组合的卡扣，把它扣上去。那再来的话呢，背包整个给打开，这个武器要拿下来，整个给打开。然后内部呢，你看得到的呢，能翻出来的呢，通通都把它给往外翻啊，先把它给翻出去。再来的话呢，我们把这个胳膊呢是往前面一点点，那手的话啊。各位看一下这个手，这里有个关节往内翻进来，往上整个翻进去，翻上去之后呢，这只胳膊进来之后呢，记得这个螺丝钉是朝外侧，要朝外侧，因为你如果这个螺丝钉这里不朝外侧的话呢，这一根指头就不会在这个位置。这一根指头呢，它的一个简单的说，这一根指头它这个地方比较细，其他的比较粗。那因为这个地方呢有一块这个部件啊，
扣下来的时候呢，如果配到其他比较粗的呢，它会扣不下去啊，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。然后另外一只胳膊的话呢，也是一样的，把它往上面提起来，那这个是往上面过来到这边。好，那来到这里之后呢，这一手的话呢是这个样子的啊，一样，这个螺丝钉是朝外的，这个刀等一下放在这里 standby 啊，预备等一下要放下去。那我们这个时候呢，先把腿给变完，腿这个外摆内收翻转，然后呢脚整个给打直，刚刚是有一点屈跟 leg 嘛，我们先把它整个打直。打直之后的话呢，我们再把这个地方这里反折下来之后推过来到这边，把这个洞啊，这边这个洞跟这个凸做一个结合，扣上去，转一下把它给扣，对对一下把它给扣上去。好，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，它推过来然后转过来这边把它给扣上，然后这一侧内部呢有一块凸把它给扣出来。好，那我们刚刚有提到了啊，这个武器，这个时候这里有个凸，武器这里有个凸，先把它往下放下来，这个整根武器推出来往下放，放下来之后的话呢，就是在这里，这里要跨上来到这边，然后这个黑色的凸啊就对灰色的凹，因为想不出黑人跟灰色的什么种族可以结合，所以我只能乖乖的讲说黑色的凸对灰色的凹。然后这里一样，两腿做个合并，合并之前的话呢，这里要先扣上两腿中间这里啊，它这里这个凸跟凹这里要记得扣上。好，扣上两侧结合，那轮胎就往外面拉，它能拉出来的幅度呢可能会比你想的要再多一点啊，尽量要把它整个拉出来啊，尽量把它整个拉出来。那我们把手臂呢，等于是都把手脚都拼凑完成之后了，我们就来进行上面这里的组合。首先的话呢，这里这一片部件啊，这一片胸口的这块部件把它给挑出来，然后整个往外侧翻出来之后呢，这个地方这一块部件整个给翻出来。那这里的话我们就是再接着把这个零件给这样子整个给翻出来，整个给翻出来，头呢给往下压，然后呢就是推一下啊，这个首先我们要把这块部件给推出来啊，这样推。那这里啦，这里块部件要翻出来，两侧都有部件翻出来，然后这里推这样子的话，整个过来到这边，然后待会这里有个凸跟，然后结合扣上去。另外一侧比较简单，另外一侧只有这个轮胎而已，所以它也是两侧不对称的的一个变形。好，到这边，那先到这里的话，我们就把这个上面的两件给准备盖下去。盖这里的话呢，它是这个样子的啊，它这里是先把上面这个地方往内折进去，然后这个地方推出来啊，到这边。好，是这个样子，折这个角度下来到这边，你会发现它的一个位置差不多了，把它给放下来，两侧有一些组合的一个卡扣，就按照这个可以推的地方把它给扣上去，这边。好，然后呢这一块部件呢就是在这里一样把它给推上去。好，这里组合卡扣扣上，都给扣上。好了，那这个不知不觉的话都已经扣了差不多，最后这个部件往下放，放下来，放下来的话呢，就是这里有一个凸，对，这里有个洞，把它给扣上去啊，这个烟囱把它翻到侧边去。好，到这边扣上，那这里一样应该是烟囱先出来，这个烟囱啊扣的不是很紧啊。然后我这里提过了啊，这里一定要是这一根指头在外侧，这一个空间才能够顺利的给放下来，不然它会推不到。那最后呢，它还有一块这个配件，就是这个武器啊，那它的话呢是把它给做一个打开，从这里啊，就是你看到能够破开，你要把它破开，两侧打开之后的话把它旋转到一起，然后呢两侧放这样，这样子就错的，我们要翻这一面。为什么要翻这一面呢？我们要让这两个应该是翻这样吧，啊，对的对的，是这样的。我想一想，哦，不对不对，是这样的。好，总而言之的话呢，我们是要让这个凸，哎，这两个凸是怎么个扣吧？啊，不管了，反正我就是扣这样子，啊，这里有一个地方扣上去，然后另外一侧刚好能够扣上啊，你只要能够把它扣上就行了啊。好，那至于这里的话呢，缺口朝上好像也没啥，然后它的车形态呢，不知道
有没有人曾经在网络上看过呢？其实这款玩具在正式发售之前，已经有人用07年的 Voyager Class 的那个 OP 呢，就上海大将那个版本，已经把它改造成这个车型了，啊，做的也不错。那实际上玩具的话呢，就是正面来看，这里它真的很狰狞哦，这四个排气管，然后前方有这个防撞杆，啊，然后上方有很多这个是派系的标志，不知道是不是它猎杀的一个人数还是怎么样啊。那这个像是锁链一样的东西呢，在这个 bumper 里头穿梭。轮胎的话呢，大小也做得非常的狰狞啊，但是这里有个空洞，空洞里面却有橘色的透明件，估计可以当成它是有能量在里头熊熊燃烧吧哦。然后前方你看这个非常有这个疯狂麦克斯啊的这个风格的车辆，然后上方有一些刮痕啊什么的啊。那机器人的手啊是露在后面，但是如果你要讲它是机器的一个乱七八糟的机器，好像也可以，反正它已经很混乱了。那四根烟囱的话呢，让这个车子的看起来非常非常有力量感。那这个部件如果你不喜欢，你完全可以把它拆掉啊。那先前的这个极冻兽的话，它就可以说是可以安插在后面，但是我实在是懒得去研究怎么扣了，反正就是这样子，稍微随便扣一下，你知道一下就行了啊。那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理解到说，它上方的这个刮痕啊，其实跟这一款的这个天灾啊，好像有一点点这个一致。那这样子放在一起，如果你能完全扣好的话，是对这个玩具显然是有在加分的啊。那整体来说的话呢，这款玩具呢做的也是相当的可以，但是你说它有到很惊艳吗？也不赖啊，我只能说也不赖，特别是它车型真的好看。啊，当然人形也优秀啊，但是这个变形的话呢，就是，哎，说到底好像也是可以啦啊，但是它是因为它是 L 级，所以我们还是有点心不甘情不愿的啊，说，如果你是 Voyager Class， 我会觉得你是一款非常优秀的玩具，但是你放在 L 级的话呢，我们也只能说好吧，那官方也就是这个样子了啊。那今天的话呢，就给各位听到这边，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